天王又来了，有一个新的发现，令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开心，又很相信。为什么？当我个冷气机给人家楼上冷气机叠水，滴答滴答，今晚超多的，真的很难睡觉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地方小，靠近窗口。就很普遍的了。如果我们给个冷气机干扰的，真的很惨的。那你没有，如果你说啊，我不开，没所谓，你当然不开，不关窗口了。你窗口打开了，但是楼上开了，惨了。可你水滴答滴答滴答，其实我已经complain两次。当我complain的时候，我感觉哎呦，又要complain。人家也不管我，我觉得自己很辛苦，又觉得自己也很难受，受人家的冷气机叠水洒去，令到我冷气机容易歪了、生锈，还有滴答滴答。整天如果你用冷气机关了窗口都没所谓，你没有用的时候，人家用的时候，你就是觉得很头痛、很头痛，就是很简单。后来我想到了。因为我去外面观察，因为我根本上没有这么厉害那种 good idea， 我也是靠那种观察的。我就看到我对面那座楼，它有个冷气机，不是很多，有一家的，十多家冷气机都一家就响。我说为什么它的上面放的一块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我们距离的很远，所以变成看不清楚。啊，所以平常我就可以说，还有我那度，因为我那个雷枪为什么我没有打开，不记得锁匙放在哪里，所以我那个拍雷枪脸拿出来，我锁住自己啊，那拍那度给他们看。后来我不管他铺什么东西，我不要紧了，主要我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了 ，OK。咁啊，然后我就看到我家里。有那些东西，啊，我说说，诶，那种东西，让我联想起来，诶，它圆的，是树用的，还有它是双面的，那种黏黏的，它很厚的，大概几个 mm 啊，大概有五个 mm， 大概五个 mm， 咁啊，我就觉得，诶，如果我学它对面的冷气机方面放了块。不知道他对方什么东西了，但是我不管，我觉得那个应该就以我自己 good idea 来说是管用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就啊，像我个冷气机，不管哪里漏水，楼上漏水，第一我粘了之后，第一我可以保护我冷气机。如果下雨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，哎呦，我冷气机每天都给那雨滴滴滴弄到烂了了，咁我也不用害怕。第二，楼上如果滴水下来，我没有用冷气，他用冷气一定会滴水滴水滴滴滴滴的，很吵的。所以如果我自己用那个 good idea， 将那个连上去，没问题了。解决了，真的解决那个问题了，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好处，我就立刻动手做了，做了之后我可以对手100%满意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觉得每个有冷气机各种人呢，都有差不多10个人，有9个8个都有那个问题的，因为楼上。可能不负责任啦，或者他也是很难说很多原因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冷气机来说对每个人影响很大的，所以如果我找到个好代替的，我觉得那个应该蛮 good idea。 为什么？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，他用我那个计冷气机的方法，他很麻烦，要用那种什么铁的不锈钢的板啊，什么什么做一个线缝给它，好像个线缝放在上面啊，咁啊切切啊，一水就漏下去啊。我觉得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甚至住40层、50层的楼都有的。如果我们不小心
那个东西铁的，还不小心啊、丢下去，宰伤了人。我们真的一我们会犯法，第二我们心里面这时我们都不安乐。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法门很 number one 的 good idea 的，为什么？它是一种俗用来的，俗用来的。我就算它真的丢下去，起码犯法不要紧，犯不犯法也不要紧，最重要我们不会令到宰伤了人，就变成我们很安心用那个方法。所以你说我那个方法管不管用，其实那个问题楼上滴水弄到我冷气机滴答滴答，整晚没得睡觉，因为我没有，有的时候没有开冷气机，滴答滴答，哇真是难命哦。根本上我当夜打开窗来睡觉啦，又听到楼上滴水的声滴滴答，哇真的受不了啊。咁我然后我都想到好多个方法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样可以吗？到头来说，那不行不行，如果宰伤了人怎么办啊？咁后来有一次，哇，真系，你看我对自己嘅小聪明啦，哈，又赞自己了哈。咁啊，我觉得如果我用一块是俗用的，俗用的，如果我们连的时候不小心丢下去都没问题，为什么？它很轻，不会宰伤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好安全，好安心。还有，number one，防水的，它的水，因为那种是俗用来的，它的水掉下去，它不会弄坏我们的冷气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不强讲，我就说了它的很多的好处、优点，看你们有没有学我那个方法嘞。不用很骗人家，要麻烦，又可以保护自己的冷气机，又不要受到别人的水干扰我们，真的很多好处。所以我变成又便宜了，你买回来一块东西，然后你连上去就是了，不用请人来帮你弄，自己还这么弄上去啊，弄好个壳啊，多带多带，剪了之后连上去就是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。看你觉得好不好用，管不管用。OK， 我就是来接你了。那、啊、你记得啦，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视频，你帮我订阅，我可能我也不敢说几时啦，因为我们的发明王沈千王。突然间有新的发明，我就会放上去，或者等很久也不奇怪，因为我们很奇怪的，喜欢的时候或者我们家里遇着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。别人的问题我不懂，我没有看到，所以我变成我只是遇着我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才解决那个问题，就是做冷气机很简单了，因为我以前没有搞这个冷气机的，就是最近那几个月搞了一年了，所以我受到那个问题干扰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哎呦我真的蛮头痛的，曾经 complain 人家两次了，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方法不好用了，我可以对你说，第一个选择没有 complain， 第二个选择忍受别人滴答滴答，哎呦，你就没办法睡好你的睡觉了，对不对？人的精神很重要，所以平常我们如果做了那个东西之后，我对你说，我可以耿耿对你说，还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对替他的方法，因为你叫人搞一个东西，请人啊，还有那些东西不小心，铁的东西不小心。掉下去，用得久了之后掉下去很危险，会宰伤人，我们会犯法，还有很多麻烦给自己不安心过日子。如果你选择我那个方法，就是很简单，买几块这个俗用来的啊，这是个俗用，这都是有双面胶纸的，这都一块东西，好方便的。OK， 谢谢你们哈，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你想知道我新的视频。
新的法门，不妨跟我订阅，我就可以随时进你的电脑里面，不用你找我，我会找你的啦。OK， 拜拜。